这就叫天机的结果，有人配死啊！二十大是老天爷给他更大的机会，他不搞二十大就没有内部的这种厮杀，不搞二十大就没有这种掠夺，不搞二十大他就不会在全世界更加的疯狂，不搞二十大就没有今天的利用核糖核酸把中北京和首都最大的周围的城市全部给你核糖核酸化，也就叫宵禁化。不过这个就不会给你搞是共享财富。二十大谁是赢家？新中国联邦是唯一的赢家，连其他所有人都是输家。不会再有二十大，不会再有二十大了，你放心吧。七哥从十一大看到共产党看到今天，你再看看今天是二十大了，九大都过去了。七哥那不是老天爷派来的吗？就是老天爷派来的，保证解决他二十大，保证在共产党消灭他的二十大啊，放心吧。